就吃到美味的早餐，请在30分钟内完成晨跑任务。哎，你们不要跑这么快好不好？我看到有撒个牛奶呀，食物。民宿内与周遭环境分别拍摄每位客人的美照。没有，其实你不觉得他在躲我们吗？太好笑了，他完全不想理我们。猫咪跑了。结果会在晚上的时候公布，我们有下一个关卡哦，完美的旅程，爱的关卡，女孩们，今晚6点将有一位演艺圈的前辈来访，请你们发挥创意布置民宿，料理晚餐，在6点前做好接待的准备工作。6点前，我们要准备晚餐。是谁？我们来宾吗？啊，提示有提示，他会不会中毒身亡？太开了，黑暗料理，黑暗料理什么？可乐，哎，有一台小钢琴，哎，好可爱，可以喝吗？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这代表是做音乐的吧？是吗？唱歌吗？作曲有关，会唱歌吗？是什么？精美高尔夫，麦克风，不会吧？哎，还有吗？还有东西吗？我们的 EP， 我们的 EP， 哎，还有没？什么意思？没了。可乐，谁喜欢喝可乐啊？又是谁喜欢喝可乐？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也喜欢。你们把握时间，这里是超市的地图和车钥匙。等一下，所以是我要自己开车吗？啊，我开车，太远了，你了，等一下，谁要开车？谁有驾照？他们两个，你们两个都有驾照，不行，但我只上路2次过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先上路。你们要冒着生命危险搭8分钟，还是走40分钟？没事啦。因为我畏惧。好，我看你。这是在外面等的，你们看。好，走。第一次就是6个人一起开车出去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就是6个人自己开车出去买菜。等一下，我好紧张啊！干嘛啦？你慢慢开，你用规则来，真的不会怎样。我现在才开40而已，哎。瞬间一踩那个，这真的是爆冲哎。就是我吓得要死，我们全车一起尖叫。哎，不管了啦，我真的不想看地图，我可以开那个吗？你可以开 Google Map。我不管啦，我们直接开了，直接开 Google Map。没车。哎，你们觉得我们等下煮什么？要准备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准备，就比如说小菜、主菜跟甜点这样子。面，意大利面。哎，森亮，你会不会煮意大利面？好。他上次住宿煮给我们豆酱意大利面。甜点，好，那我做，我做不了你哈，那我跟你一起做，好，可以。然后我要，等下我们两个要干嘛？没有，你们两个笨蛋就负责最简单的东西。你们喜欢吃三明治，我只会煎蛋跟写简单。三明治可以啊，我们组合像那种早餐组合，小小的那叠层的那种组合。要不要加一个水果盘？好啊，然后水果也可以加进沙拉。好，但是我们来炸鸡排。来个炸的，我觉得炸鸡排会不会太难啊？你要相信我们的实力，挑战可以啊。对，或者加个焗烤马铃薯。啊，对，好，可以。因为马铃薯比较易饱。对。哎，我刚刚打可乐跟精美，然后出现2首歌。什么歌？精美小歌姬跟可乐，你们知道可乐吗？我有听过可乐。我知道可乐。会不会是他？彩星，林彩星，彩星 Rumi 是吗？他是 Rumi 的，对，我看好 Rumi。哎，那会不会我们 CD 其实就是因为女团，我们是女团，他也是女团，而且他们跳舞不是爆整齐，对，就是出了名很整齐，然后舞很有力的。因为可乐嘛，可乐跟景美，那应该就是彩星姐，彩星姐，对。他们不是有一首歌叫什么？那个 Solo 的啦，哒哒哒哒哒 ，Solo。聊聊你会忘记森亮开车很危险吗？其实蛮好的，他开蛮好的，对，意外。哒啦，安全抵达。对啊，哎，我也觉得今天很好哎，而且他可以边开边导航，我们要去采买啦，采买布朗尼。
其实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点就是森林安车开得很好这件事情。然后那时候想说他搞不好开车技术会蛮危险，就意外开得蛮顺。他就是什么转弯啊、回转，我觉得都开得比我好。年纪比他大，还开得比他烂。我们安全体。森林安开得很好。他很稳哎，他真的很专业，他可以边跟我们讨论，很会帮开车，耶，车出来了，拜拜，九六，拜拜。我今天跟马伟宁分到同一组，啊，我们是笨笨组，哪一组才不笨？我最近有在学做菜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会煎蛋啊，但是我也会做啊，我觉得我还会做辣炒年糕，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认真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食材比较简单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逛。好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时间现在很多。我看到果汁，你要等一下，你要买正。他偷拿点果汁。我看到，我没拿。啊，我超爱吃这个。那要不要买？我要吃这个。刚刚才叫我不要被乱看的。大家想来逛这一区，然后想来逛这一区。这里是有培根吗？生鲜。不是，你看，对。也不要这个蛮好的。培根，第一项食材占比是的。番茄。切番茄。意大利面是不是要一点菜啊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不要菜。超怪。是哦。洋葱。猪脚肉，然后面包粉、牛奶、蛋。要洋葱，我不敢吃洋葱。但我把剁了，所以剁到里面是不是洋菜？好，抓我。这里吗？还有哪生菜？生菜。这里吗？那个。我们让他们自己成长，我们不会丢菜。你们就是看着美，等着美。好，这颗很美，又拿这颗了，又圆又胖，然后挑大物价。我们要马铃薯，好，小心点，慢头。肉，吐司没买呀？哦，马西，我们就绕过去，我们去走，你先把鸡胸肉，把鸡胸肉买掉。哪里啦？我们刚刚有想说我们可以偷买零食啊什么之类的，有，然后他们工作人员就说没有，你们预算只有3000块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可以偷买，我也觉得一两小包低筋面粉，我们要低筋面粉，低筋面粉，你有看到吗？这里这个够吗？够，糖粉，对啊，有糖粉，糖粉要拿吗？我。好啦，糖粉，好，还要细砂糖，哦，还要奶油，对，哪一种奶油啊？那个奶油找到了，看一下哦，是无盐奶油吗？对，无盐奶油，它是奶油。你说直接买爱玉当甜点就不用做了，我们就假装做。哎，我们做太少了，去打开要切一切哦。好，就拿这个吧。没办法，就要用，因为它无盐的没有拆开装。嗯，对，好吧。你们会需要用到奶油吗？要。好，我们已经拿奶油。无盐奶油。好。拿了。OK， 那我们掉头。好。嘴巴刚一定非常超大。很大。哎，有冰淇淋！哇，冰淇淋可以配布朗尼。对，但我们最后再拿，就是这张怕融化。对，怕融化。可以。不是怕日常，不是怕融化。是怕融化。对。鸡蛋。哎，怎么办？看到什么都好像，我超喜欢喝美露的。他们已经逛到什么？他们在逛鞋子。对。我小时候超喜欢跟我爸妈一起来大卖场逛。我也是，因为买什么，他说对，不行，好啦，你就可以买超多。零食就是一直拿，真的，好怀念哦。这边有调味区，我们要买胡椒粉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胡椒粉好了。你，我在玩啥嘛？胡椒粉。好，买胡椒粉。我买胡椒粉。买呀。
哈哈有泡面，买泡面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煮一锅泡面也很好吃。对啊，这感觉是。还是我们来玩鞋子啊？哎，妈妈，你来试穿鞋子好不好？哎，看这个鞋儿，哎，我看起来这样也不错。真的，这边也很好看。对，走秀走秀，好，这包包走秀。哎，你知道我小时候真的，我小时候是那种对书包很要求的，就是我书包一定要好看，我才会穿。而且小时候像那种。推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是那超重的。你要想到小时候就是很爱推那一种，一定要有那一种，你上学才会觉得哦，自己很厉害。哎，还有铅笔盒，铅笔盒那种弹啊，什么功能多的？哦，对对对，功能要越多，对，功能要越多越厉害。根本不知道用干嘛的，但就觉得很厉害。你知道还有那种弹弹珠的吗？我知道。哎，我觉得之前那支铅笔就是那种组合技越厉害越得，就感觉你自己就超有自信，真的。你想吃什么？要买一个大众一点水果，就大家应该都吃的苹果。哎、欸，有芒果哎、欸，对，有芒果。但它是一台斤，它超大颗的，你有看到吗？你们买一颗这个应该就够了。哎、欸，你看看你脸两把，我的脸，子嫣的脸，哎、欸，很香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的脸不见了。芒果进来，哦，差一点就毁灭，差一点点。那苹果怎么选？我不太会选位置，那这颗看起来好大哦，就挑红一点的吗？我觉得就是用闻的，哪个香就哪个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就不说，就这三个，我就这三个吧。好，哎、欸，你买零食要撒起司吗？好，可以。这感觉超好吃的。全是鲜乳 ，OK， 就你了。很棒，我们现在已经买好了主菜，还有马铃薯。我们现在擦马铃薯。Oh my god， 没有马铃薯哎！是可以吗？蒸烤煎皆宜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哎，那我们都买齐了哎。对哦。一盒茶不行，买了。为什么？应该不行。那我们问他们。我人生没有冒险就不好玩。处女座吗？好，你先放。那你要不要一个？那等下不行，你还要拿回来。那你要不要一个？好。哎呀！啊！这超好吃的，好哦。我超爱巴苏贝。这样厉害吗？哎、欸，这感觉很厉害。哎、欸，我买现炸的，你们看到吗？现炸的，我们就不用炸了。就炸鸡排，省钱。我们，请问粉类到底在哪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们刚不是来过这里吗？怎么没看到这个？啊，在这里啦。哦，谢谢，面包粉。面包粉，面粉呢？谢谢。面粉，因为我分低筋、中筋跟高筋。低筋，确定吗？我觉得这是想的，应该是中筋吧。不是，这做馒头的，不然就高筋啊，是高筋啊。不是，啊，馒头是它是高筋啊。不是，那我蛮不喜欢，要看怎样打。我觉得是豆腐粉。好，对，我就豆腐粉。OK， 原名地瓜粉，剩下备货，因为它只有炸的，所以好啦，就只有它的那个包装是炸的，所以买这个。有，它写说用里肌肉拍松后腌一下，然后沾满木薯。辣椒粉也一样哎，真的、喔。想买辛拉面晚上吃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安分这几天过得，我们这几天玩应该会不知道胖多少。没有，哎、欸，可是这个超好吃的。好了，不要偏题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！哎、欸，这个香香豆，对呀，是偏题。我要哭哭了，巧克力在哪？哦，巧克力。目前我们是最乖，没有自己私藏乱买东西的人哦。那我们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吗？我们找到香草冰淇淋了，有馒头，不要再吃馒头了，大胃王馒头，够了，好了，我们结束我们的行程，我们结束了，我们就等等看。好久了啊！
接待来宾，对，我也很认真买食材，对，我很痛苦爱宾，然后不想要。我是真的，就是你知道，接待前面就要认真，我真的是卯足全力，然后就我们仔细，我们真的是列清楚，而且我们就互相提对他说，我们真的不能再忘记少买什么，我们吐司是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没有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食吐司，是派的白吐司，走，是这个，这是我们的今天最主要的主食。你们前面的人抱的，好吧，他后面会摔倒。猫里大礼，我们已经把食材所有都买回来了，冰箱全都是，好够啊，够够够。我是先用这个可，哎，可以请问一下，培根要加油对不对？对，要加一点点油，一点点就好，不用太油，因为它本身培根也有油。你不敢开火吗？我有点不敢，不适应这里的火，我会怕。哇，可以哈，它应该会，它的火量蛮大，所以你要小心一点。啊，我滑下去了，还真的不要紧张。火太大，火太大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它怎样叫熟啊？你看到它两面都是有点要 Q 起来，有点微焦微焦，然后卷起来那样子。我记得你以前在宿舍有次我们待到很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还一起煮泡面，然后去买生菜就自己做，然后还加蛋，在宿舍吃泡面真的很开心。熟了，对，嗯，熟了熟了。我上次跟马伟琳一起做过饭之后，我就很确定。那现在又晚了，我就很确定马伟琳没办法做菜。没有，我以前小时候是童军，我还有真的我自己开火，还有劈柴，自己生火。但我觉得你的童军好像没有什么。嗯，我们会说这是外送，我们说这是微波的。不会啦，我们有生力啊，应该很安全。哎，那说真的，你们今天最担心的是哪一部分？麻烦是林采洁在后面弄培根。我讲，我一句话都不讲，我觉得对不起。不要太大颗，小大概这样。我现在觉得好烦。哎，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肉丸会太大颗吗？不会，刚刚我觉得蛮刚刚。啊，好可爱哦！而且，其实我不太敢摸生肉，有点过敏。然后我这样觉得很不舒服。那你不觉得生肉好摸吗？不好摸，很好摸，软软的。你知道我其实蛮想要学煮饭，可是我就是很怕火，然后我也不太敢摸肉。是马尾帮我开火的。耶！我这个真是很棒夸。那你敢不敢摸这个肉？我不敢。你摸一下。不要。哎，我们好可怕哦！我觉得之前做肉酱意大利面是因为我们之前住宿的时候也吃过，然后他煮了一次肉酱意大利面给我们吃，真的超级好吃。我最喜欢做布朗尼，应该是因为我做布朗尼最好吃。我想说今天就拿手菜。现在我们要烤肉丸了，我们刚捏完我们的肉丸，来走。等一下，如果它全部掉，哎，你们先借过肉丸，小子们，小心烤完。肉丸小子们，他说小子们，小子肉丸小子们，好用。哎，你看这马铃薯是紫色的，哎，哦，超酷的。哎，这马铃薯是紫地瓜，哎，超酷的。那你们现在回去说你们那边好的晚上前辈或什么反应？太厉害了，我觉得会吓到。我们不只是会跳，我们希望觉得我们是万能女团。哎，嘉轩，嗯，他是要关小火吗？还是就直接放在？对，关小一点是吗？哎，我们已经成功一个了，哎，耶！就这样，可以对切。哎，你们可以单手打蛋吗？可以，我可以双手一起单手打蛋。真的？我怎么觉得我们会超过2个小时？对，因为光是打拿出蛋，我现在就很好花时间了嘛。还有森林有那种很厉害的刀工哎，哪里厉害的刀工？等一下，原来不是我刀工也很厉害。你看森林在那边咚。你们吃到蛋壳应该不会生气吧？会。蛋总比玻璃碎片好。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住宿舍，然后森林有煮意大利面给我们吃。然后他在开那个意大利面，
意大利面酱酱的时候，那个意大利面酱就是因为它是玻璃的，它就直接敲，就直接破裂，然后直接。就知道是玻璃碎片，就看谁中奖。还以为是什么卡兹卡兹的感觉呢。没有啊，碎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这零彩点真的有点可怕。对啊。你们平常煮菜，你们自己喜欢煮菜，就想要煮给大家吃的那一种？我喜欢吃别人煮给我吃。你要偏题的。我比较喜欢煮给别人吃。做布朗尼都是做给你们，我会做给我朋友，因为常常会很开心，从中得到成就感。对啊，哎，通通应该很开心。哎，甜点方面就是为了得到成就感。哎，感觉超好吃哎！哇，哎，这样子就好了吗？有，应该有。好厉害！我不用洗啦，真的，我不用洗。什么不用洗？肉，他在洗肉。他在洗肉，不用洗肉。我觉得只要是神就不会永远这样。我想问你，我可以跟你喝上一小拉克？可以。你们一定也可以创造很多属于你们自己六个人的故事。那什么东西？